大家好，我是达达。中午带玲玲去看 Annabelle，她下班时，所以今天我有一个 idea，就是扮 Annabelle 来吓她。只擦口红了，涂上去就是假的面。想要我们拍什么影片的话呢？记得留言在下方给我们的哦。